好，可以看到台风虽然是减弱了，不过灾情仍是不断。来看到是在基隆的北海岸地区，今天下午是降下了大豪雨，紧邻基隆的万里大鹏地区水位是暴涨，水淹到远景的胸部高度，更直接灌进海鲜餐厅内。目前警方已经到现场封闭台二线，43.5公里处到44公里处，灾情路段是禁止人车通行。